那这也过，说如此复杂。他们继续前进，白天的合唱声逐渐消失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哦，有个词，有个提示。拉不走，拿这个能砸死他吗？哎呦，我砸死你，不行，拉倒吧，想躲不能砸，他这个非常的那什么，非常的塞尔达。是吧？损坏这次归我了，放下。嗯，晚上归我了。太狂了，跟我小乔特那么狂是不是？这么狂，跟我小乔特这么狂，现在就让你们变成白天。给老子开门。值得一试，知道。结实的墙，然后这个结实这俩字，然后这个词，但是得变成晚上这个才能开开，对吧？我先进去搜刮一番。嗯，小伙子，钱他不是对吧？我操，钱不是那什么的。 OK， 搜刮一番，别怕，把晚上拿回去。这是一座白天的桥，看白天的桥有用。这是一座饱满的桥。白天我先拿走了，小小的桥可以是，对吧？可以是小小的桥。这小小的桥有什么用？炸！坏透！
小小桥也过不去吧？哦，过不去，必须得是结实的桥。要我的话，就是可以用这个词语给自己的武器升级，升附魔什么都可以，最好。那白天还得拿回来，多可惜。好的，喂，等会儿再看一眼，不对，这我怎么进来呀？我操！这我进不来呀！得把这个东西顶住，懂了。得要那个，狗屎！哎，干嘛？哎，干嘛？得要这个，这个能拉出去。不能。拉不出去，狗屎！哎，上不去啊！哎，上不去，怎么能堵住它呢？嗯，你告诉我上不去怎么办？我知道啊，他三个嘛，我怎么堵住一个？我只能过一个呀。躲。过不去，混账！这就得走，对吧？这就得走，不走不行了。晚上白天拿不走了，但是我可以把白天拿走。说实在，白天这个词可以拿走啊。但是我得改回来，改成晚上。白天的球。你给我走，走不了。带走，除非可以带走。白天我还是拿走吧，我觉得。你可不让拿，不让拿。嗯，不让拿。这啥意思呀？
这里是干嘛的？哦。这个是压住这个的，对吧？别废话，一刀一个，不要耽误功夫，别跟我在这耽误功夫，下不去。别废话，别废话。哦，这直接就掉出来，直接是掉出来。啊，不行，不行的，这还得拿走。这是干嘛用的？哦，这边等于是解锁一个这个机关，这个机关可以把这边打开。没关系，已经走了近道了。哼，远距离武器。确实很酷。粘液茶，噔，走！我看我那些字儿都没了哟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说往哪边走呢？你好啊，你好啊，你好啊，哎呀，精灵女战士，就喜欢这种设定。等我先转着，别着急。没了，就是到头了。Eraser， 对不对？小学英语。我已经快忘了差不多了。走吧 ，Let's go。树虫子，嗯 ，Let's go。
没事，我一击必杀，没有什么可说的。懒得多打好几次没有用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这个东西，嘿，就告诉小朋友往上走。你看这个地方有个画廊嘛，就这个画板嘛。上次那个土豆虫的地方也有一个这种画板，但是后面就没有画本，就没有这个画廊，没有这个东西。别跟我来这套，不是我的对手。所以说这个画布都是那个主人公三浦画的，所以说其实所有的一切都是三浦做的一个设计，对吧？ 他做了一系列的设计，这一切都是他的轨迹。我说没错吧？多可恨呢，跳不起来。都是三浦的诡计。你看他画这些小地方小城堡什么的，都是他的诡计，他都设计好了。非常精明，都设计好，坏透。哇，这两个树也可以打开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这个东西原来可以打掉的呀！来，这就是一击必杀的含金量。别跟我整这有的没的。嗯，哎，没开呀。这边打完，要不开不开。全是他的诡计，哼，小伙子，他都是诡计。哎，打死怎么还打我一下呀？莫名其妙的。好，嘣，横过来了。是不是？没有，还是往上走。啊，这个设计很有意思呀！这个设计直接出来了。三魔的轨迹，这有东西。这个剑给我吧，我这个挺好的，我不能怎么样。不对，两条路。
坏东西，坏透。这边不能上来对吧？那不能上来，这东西得挪过去，没有办法。这边等于就是一个搞你的方法。进不去啊！怎么回事？入侵者！看看你这无赖有什么本事！交谈，尝试交谈，战斗，防守，受到伤害。哎呦，受到伤害了，受到严重伤害。刺激罗口，哎呀，我这我满血了。剑雨，防守，剑雨，还没有剑雨，
进去了。保护周，防御力上升。精灵总先回了。这什么？亨普兰特。防御力上升下降，获得了警铃。会自己回到。他还当老师，他自己骂也不会。便利贴。哦，这是近道，可我说怎么进不去呢？这是近道，啊，不用回去了，等于是他那个弓，弓等于弓就等于送，会自动回去。干掉他们！就知道你这里面有东西，诈骗！休想欺骗勇敢的小骑士！走吧，走吧，差不多。无敌了，走吧，我们无敌了。走，一刻走。噔噔。乔特拿好了精灵弓，是时候试试他的威力了。威力了？怎么玩？哎，打不着呀！我，必须得瞄住人，不瞄住人不行。那我想多了，我以为线路就行，并不是线路就行。乔特用尽全力向后挥，并射中了飞虫眼睛。百发百中，这不是白给。老
换剑法。哎，坏，这打不着。哼，老汉剑法。还挺热血的，哼，呵，勇敢小骑士，压制了飞虫，压制了飞虫，哼，哼，恐怖大虫，快谢谢我，这就完了，这么抠，给我把那个关了。就说有 boss 战，这不是 boss 战， boss 战看看有没有难度。哎，那边那个门是干什么用的？这有卖东西的，大名鼎鼎，八号室。哼，哼，帮帮我们！莫士比亚合集。归我了。我想看看这边是什么东西。这干嘛？啥也没有，就是一个鸟，就是一个鸟。我再看一眼这个，妈没有，不是对手。这边得拿钥匙开门。这边过来之后，十只虫打倒所有虫，我就拿回数。啊，这也是得打半天，很麻烦，就不喜欢这种打半天，没有意义。这种游戏真的打半天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很快就能打完。弹无功一方体还能换成别的石头解体。哦哦哦，立方体归我了。这石头解体就对了，对吧？对吧？对的，坏了，这位置不对，去你哥，别捣乱，别捣乱，别给我捣乱，滴，走，没错，正是你吧，没错，正是英雄。
洗呗。化险为夷，没掉东西。那这个东西没有，没有说都救了。嗯，还有一只。哦，这儿有一个。这是胸外雕刻的。哦，这个也可以改成立方体，等于是，是这意思吗？还是说只能拿下来？看看，那是阶梯还是立方体？能上？啊，上不去，得是立方体，然后再移动，这是个大立方体，是这意思吗？那我上不去了呀。我死胡同了呀。起内，好，这还得改成阶梯，这个树得拿走。啊，其实从上面拿也可以啊。来，哇，啥宝剑伤害升级，先买个这个再说。投掷剑升级，投掷剑距离。操，肚子疼，肚子疼，哎，中招了呀！直接，先上宝剑伤害上。爆死战，毛毛虫，哦，爆死战，把伊迪比杀去，看爆死战有什么难度。这有啥难度？有啥强悍的？这不就是次数多一点吗？打次数越多，他炸的越多，不就完了吗？炸的越多，他就越完蛋了，就这个简单事。挂点。但是必须得一击一击打，必须得一击一击打。这群毛毛虫相当凶悍，不能改吗？这群毛毛虫相当弱小，不能改的。
都不用加血，太无敌了，没什么难度。队友果然还是摆设，完事了，演出。你好，重要台词，这跟谁就精彩了，你说嘛了，再会呀，这个为什么没有修改器呢，买点钱我，反正他肯定是不缺钱的。今天是不是就可以到这儿了？肚子不舒服。头目重回，听到你，是吧？头目来了，没有。啊，抓走了。boss 战，问题不大，他俩有和没有是一样的，我说没错吗？他俩有和没有有什么意义？来吧 ，boss 战，怎么爆？乔特听见入口处传来了打虫的声音，啊，他举起精灵弓，现在是时候解决掉虫虫危机，一劳永逸了，一劳永逸了，来吧，嘿嘿嘿，这个用鼠标好打一点啊。哦，这必须得射眼睛。哦，这我不行啊，这我射不到啊。这鼠标点的，哎，鼠标灵敏度不够 ，fuck you， 你这打不了。乔特重整态势，再次起身奋战。你这鼠标得有灵敏度才行，我操！鼠标灵敏度开玩笑一样。跳过小游戏选项，控制方式，键盘，灵敏度没法调吗？灵敏度太低了。哎，有 bug。点不了，点不了，设计不太好，点不了，你不能点不了啊，哥哥，你点不了，我没法玩啊。再点一下，
点不了。这能没难度吗？哈，点不了，你看又点不了，有问题，还点不了。哎，点不了 ，fuck you！ 设计不太好，键盘会好打一点。血呀！你看这鼠标灵敏度上来之后就好打很多。啊，有问题！点不着，走，再见，这不就过了。完事，勇敢小骑士获胜，获胜。再会。下一张，对，脱稿了，随机应变。啊，找着鱼了，祭礼，对吧？罗密欧助理。拜拜。我们的英雄离开了沼泽，洒在脸上的阳光感觉非常舒适。三人继续前进。好，不行，受不住了，结束吧。一段时间后，一行人抵达了城堡艺术城。到这儿吧。到这儿不行，得去厕所。